今天晚上我们为您直播的是打得好看、踢得漂亮的昆仑决。亲爱的朋友们，1月11号昆仑决重量级世界16强资格赛的 B 组赛将震撼上演。日本狂犬西川智之、日照东方郑兆玉、黑色猛兽维克多、快火穆斯塔法拉扎比将火爆开战。人形凶器巴塞与南海毒蝎史蒂夫莫森将打响资格赛的后备战。 华人之星陈多利将首登昆仑舞台，对阵南非猎豹胡斯格鲁沙。中国的三大一姐鄂美蝶将强势回归，迎战日本搏击美女大鼻方梅。全台风暴即将来临，1月11号周日下午15点30分，请锁定江苏卫视。是的，精彩的赛事千万不要错过了。接下来这场比赛的话呢，就是刚刚我们已经进行了两场。 中量级的世界的资格赛，16强的资格赛。对，那么接下来应该就是获胜的两边来进行 PK 了。对，那要进行的也是这个 A 组比赛最后的决赛了。对，那我们要欢迎到的来自南方的是泰国的娃娃脸杀手 Sitthichai Sitsongpeenong Sitthichai。 对手是来自荷兰的拳的战士安迪苏尔。Red corner, Andy Souwer. 掌声来鼓励一下两位选手，这都是刚刚在上一轮的资格赛当中胜出的选手。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掌声更加送给安迪苏瓦，他刚刚在前面那一场比赛当中啊中了一招，叫夺目痛的领悟，现在依然还可以坚持作战，一定要掌声鼓励一下。说明他很淡定是吧？非常淡定。好，这边也是的，西提猜呢一直是一个娃娃脸杀手。 千万不要被他的娃娃脸所迷惑，因为很有可能他对你微笑的时候就是下狠招的时候了。是的，在拳台上是这样，你看起来不厉害的选手也许很厉害，但是像我这样的人看起来不厉害也的确很不厉害。<笑>好了，那我们把这个赛场交给我们的选手，各位，比赛开始啦！欢迎蓝方选手 from blue corner Sitthichai Sitsongpeenong，and from the red corner world champion Andy Souwer。 有请我们的本场比赛的裁判，来自韩国的 Kim。有请。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由江苏卫视和昆尚传媒联合打造大型综合格斗节目昆仑决南京站的比赛现场。下面进行的将是70公斤级的这个 A 组的，应该说是复赛或者是 A 组的决赛，由 A 组的前两场的胜者然后参与这个决赛，成为小组第一名。所以由红方选手这个安迪苏瓦对这个蓝方选手西提塞。我是现场解说中说陈佩，我是蔡志贤。比赛马上开始。对，那目前呢，在这个红方的是 Andy Souwer， 他是淡淡的忧伤哦，因为中了这个交付开啊，好几次淡淡的忧伤的攻击，他脸上也开花了，脸部受伤了。是，那交付开啊，后来因为是这个脚伤啊，没办法打第四回合的延长赛，应该说惜败。哎，对，那所以说是弃权了。那西提塞在刚刚啊，就是横扫了我们 K1 的总冠军啊，把他打下台哦，获得目前的晋级。对，跟这个 Andy Souwer 做比赛。今天的比赛就很激烈，而且这个含金量非常高。是，这个 K1 的这个冠军倒下了，这个 Glory 的这个冠军也倒下了。也倒下了，对对对，哎呀，那剩下这个前 K1 的冠军 Andy Souwer， 那不知道会表现得如何。我刚刚跟焦富凯打，他是打得有点吃力耶。嗯，是。焦富凯我觉得最后就输掉了最后30秒。对，而且是脚伤。因为这个 Andy Souwer 他对这个脚的攻击啊非常厉害，像上次啊 Mustafa 虽然打赢了 Andy Souwer， 可是下场他是掰卡的跛脚。嗯，这次看这个西提塞怎么来应付他的这个腿部攻击。对，那西提塞呢，就是用比较泰式的打法来打自由搏击哦。那荷兰选手啊，当然用合适的打哦，刚一个飞膝就直接飞出去了。对。哦，到这个距离对的时候他就上了。西提塞我觉得第一场比赛打的是不错的，现在你看第一局比赛他也是很主动在进攻。是，他不管你前面是什么冠军，对，也不管你是什么老前辈哦，这个没有什么敬老尊贤的。嗯，上台就是打。好，这个目前啊 Andy Souwer 的脸啊又开始流血了啊，因为他可能旧的伤口会重新开裂。是是是，而且就是西提塞的这个刺拳啊，一直有把他挤到他的抱架之内啊，有打到这个脸部。对，这个多少会影响他的。你看打得非常放松。对，而且一般来说，这个 Andy Souwer 是会顶着打的，现在没有。对，你打我就直接往后退了，有点在打游击战的一个味道。那场上的这位裁判是韩国籍的裁判哦，我们力求这个连裁判都是要国际化。好，顶进去了哦 ，Andy Souwer 在这边哦，做这个富裕的一个顽抗。好，接腿之后，对，摔倒了。算是接腿摔，略慢一点。是，他在等对方，哎，快失去重心了，然后他的脚支撑脚位勾得到了，再直接一勾，就把他勾倒了。哦，所谓的支撑腿啊，就是刚刚这个西提塞有一只腿被抓起来了，只剩下一只脚撑在地上，那只脚就叫支撑腿。对。这个泰拳的这个很多腿法都针对支撑腿的。是的。有时候中国这个散手运动员当时早期跟泰国运动员比赛的时候，经常支撑腿支撑不住。对，因为支撑腿倒是你只有一只腿在撑，那个力量特别集中，特别容易受伤。好，刚刚西提塞啊，连续几次一个膝击，而且他路线膝撞啊，不一定就是要往上，你斜的进去也是可以的。好，第一局双方打的都不错，显然呢这个打的比较开。对对对，没有什么预热现在。刚刚都热过了啊、哦！哇，这个脸部啊，这个伤非常重，除了流血之外，已经淤血了。对，上面淤血了，下面的口子开了，然后又流下来了。还好是开在这个眼睛的下面，如果是眼皮的话，会被终止比赛。好，结束。一般呢、啊，这个泰国选手就喜欢做这个对身体的攻击，他不管你会不会接，要不要接，我就继续踢，踢到你肋骨受不了为止。像刚刚这个 K1 总冠军的 Musa、啊、就是被这个西提塞啊一直踢这个肋骨，啊，踢到没办法打下去了。那今天的西提塞能不能用同样的招式啊，来这个对 Andy Souwer 发生作用呢？我们待会可以看一下。但是他现在看到了 Andy Souwer 的脸部已经受伤，所以他用拳法攻击他的脸部，其实也是挺有效的。是的，对。好，追进去了。啊，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太好，就是对不是
就是说拳王竟然背对对方，对，抱起头，这个哎，他吃的太倒霉了，这个、又淡淡的爱上了，真的是太爱上了，不是背对对方，就是这一转过来又被踢了，那怎么办呢？这个 Andy Soul 真是出师不利啊、哦！大家不得已又笑了，然后真的很痛啊、哦，这个有点快口吐白沫了。这个钱啊，真难赚了、啊，哎，你知道吧？啊，这个血哦，一直流，你看，主要这个血一直流会对他产生一些影响。对。啊，有时候他会对选手的心理产生影响，他会顾及这一块，啊、这样的话在对防守上有时候会。上一次来打诸神之战，他也是见血了。对。上次他的血直接喷到台下，喷到我的讲稿上面，你看那个流血量的惊人啊。奇怪，安利绍尔不管对上谁都会被踢到，哎，不止交付开踢他啊，连那个西迪泰都踢他。好，对，直接就上一个西吉。哦，安利绍尔在主动进攻。哦，他趁着这个是一个蛮高级的个，要摔不摔的同时，竟然补上一个小西撞哦。这个是一个蛮毒的一个招式。因为对手倒地之后你就不能做袭击，但是他还没倒的时候就给他补上去了。对，对啊，毕竟特别快。对啊，那时候在要倒不倒的时候啊，他西迪猜是没办法做防御的，因为他在顾着啊回复他的一个平衡。对。好。哦，这个可能要 KO， 这个袭击非常重。反而是 CT3 的袭击比较重。对，这个泰国选手最著名的杀气，真的 AD 最著名的杀气。好可怜了、啊，对。然后安迪三啊，完全站了起来，好，准备接着打，加油！哦，给他加油，应该，对，刚才的一吸是非常重的一吸，对对，这个腹部里面啊，非常多的一个神经丛，而且那个位置是肝脏的位置，哦，身体会非常的痛，又快受不了，又快受不了了，撑不住了。平常我们除了做大量的仰卧起坐之外，这个腹部。各种角度都要用药球来丢来砸、哦、确保他能够撑住这样的一个冲击，但这个选手有时候对头部的防守特别在意，但是有时候对腹部的防守有时候会差一些，是好，然后这个明显的处于劣势了，这个安迪一个多线路的攻击，先打完头再看你的对腹部的一个防御会不会松散，我觉得西迪赛可以打内围继续袭击，对，他要的、对对，他准备袭击啊、哦！又这但这是不是又是那个，哎，好，换一个 Andy Shaw 的空中哦，换脚的一个袭击。我今天的一个娃娃脸杀手啊，真的是发挥了他的威力，对，打得很出色。对对对，这个 Andy Shaw 也偷撞了人家一下哦。对，他的两个对手实际上都非常强。是。都是 K1 的冠军啊，对，一个是新冠军，那个是旧冠军啊，这时候一般泰国选手啊就会向后做带摔啊，哦，被扣分了，哎呀，其实不是抱得很宽啊，这个韩国裁判生气啊，就不让他们双方做残暴。这个昆仑军的比赛规则其实也是限制长时间残暴的，防止残暴不太好看，是，对，好。哎呀哎呀、啊、这个安迪绍尔有点危险了、啊、对，有点危险，他知道大势已去了，现在看来这个昆仑街太不好打了，对，什么哪边来的拳王好像都没有用啊，可能地球上的拳王已经不够看了，要从外星去找了，对，像这个西提泰的这个正蹬腿居然直接踢到面部了，然后接着继续攻击内部，对，打得太主动了，看这一期太结实了，而且他因为是后脚的踢击啊，可以踢正确的踢到对方的一个肝脏那边，哦，这是左架选手的一个优势，对，刚刚后脚的一个膝撞，那 Andy Shaw 吃到的膝撞把他接起来也还他一个膝撞，对，其实我刚才已经注意到，其实这个 CT 胎实际上是个反架，对，这个反架对对方的这个右部右肋实际上是很大危险，是，你看直接进去了啊、哦、对，而且很重，
啊，这是泰国人的膝。对，这个顶进去虽然骨头没有断了，就是那个内脏是受不了的。对。好，第三局比赛开始了。看安迪苏瓦的话，必须这个就是显著的扭转局势才能赢得比赛。可能是要直接把这个西体赛 KO 掉才能赢这个比赛啊。对。好。因为刚才的这个一个袭击应该说扣了两分至少。对。那刚刚安迪苏瓦就是 one two kick。两边都是做 one two kick， 所有的 one two 就是前手拳加后手拳，再加一个踢击，哦，这就是他们一个拳腿组合，非常的激烈。好，直接往这边顶，但是呢，顶到了这个手肘，顶到了 Andy Shaw 的一个伤口的地方。我说 Andy Shaw 很痛啊，有点要抗议的意思，因为你怎么可以用手肘来顶我呢？对，这是有一点点犯规的。但 Andy Shaw 总来说这个还是态度是不错的，他几次有点被踢到裆部，但是还是。没有特别的不满，就有点受不了，有点牢骚了。对，最终因为他还是要赢得胜利、啊、可以吸，这个西迪塞可以打得更紧凑一点。对，来看西迪塞啊，一个前手刺拳开完路之后，就是用后手的高扫或是一个中端的一个膝撞，哦，你看就进来了。那目前 Andy Shaw 的这个肋骨的状况似乎有点恢复了啊。对，这个西迪塞撞了几次，好像没有特别的影响。看西迪塞刚才鞭腿继续攻击肋部。对对对对对，哦，那个是用胫骨来踢他，继续这个顶击。哦，胫骨就是在小腿的部分，这个骨头哦，非常的硬哦。在空手道的表演啊，他们都是用这个胫骨直接把棒球棍给踢断了。就看和棒球棍谁硬。哎，对对对，你就知道那个厉害了哦。那训练胫骨的方式有非常多啊。但是不用像古代啊，谣传就这样玻璃啊，用木棍去砍这个小腿的骨头啊，不用那么土法炼钢了。只要比较常去踢这个沙包，尤其是踢这个，我们现在的沙包里面大部分都是装布哦，但是也有装真的沙子的沙包。只要你去踢装的沙子的沙包啊，它自然的脚就会哦越来越硬，胫骨越来越硬，承受力越来越强。对，那神经啊，大脑神经忍痛的一个极限啊，也会提高，你会觉得没有那么痛啊。哎哎哎，这个血又流下来了，两个都被扣分、因为就是在残暴 clinch 就是一个残暴的意思，残暴太多了，那这个裁判就不高兴扣分。对，这个裁判还是非常有经验，这样他而且非常严格。对，甚至他对整场的比赛都会产生影响。是、裁判呢除了要维护着这个比赛的公平性、他还要救选手，这个选手跌下去，像这个快跌下去，大家旁边看。对，该扶的时候他就要扶一把。他赶快扶一把。对对对，这是推倒的。对，他不高兴。时间到，时间到，时间到。像这样的一个时间到，安迪可能回天无力。对，安迪绍尔就是把手举起来，表示说他胜利，但是他是很心虚的。对。这个脸部的伤、已经很顽强了。对对对，脸部的伤要回去好好的注意一下啊、实际上是交付开和这个西迪才联合打败了安迪。对，联手打造的一个黑轮呐、这眼部这样的一个黑圈圈。对。好，一个这个勾拳。安迪稍微这个柔软度还不太够，所以他这膝要上头的部分上不太上去哦。那往前延展不出去，这个部分就是要注意一下。你看这个要高鞭腿踢不上去，踢到大概是肩膀而已。好，这个膝撞进去了，很重啊。安迪稍微撑了一下，没有倒。那个，哎呀，中端。再来一次。这个西迪猜啊，他的一个节奏相当的好。安迪稍微刚刚的一个上勾拳啊，没有打到。这边有重啊、很重。那这个西迪塞尔做一个态势的带摔啊、加一个脚步的一个勾扫。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昆仑决2015重量级世界16强资格赛 A 组的冠军就要诞生了。本场比赛经过裁判的裁定，结果如下：一号裁判26-30，二号裁判26-30。3号裁判27-30，所以这一轮获胜的就是蓝方的
Sitthichai. And the winner is the blue corner fighter from Thailand. 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昆仑决大赛的赛事总监托尼陈先生为获胜的选手颁奖。 但是我个人也要一个提议，就是我们应该用热烈掌声来送给我们的安迪，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坚韧，而且一直在坚持战斗，他是一个 good man， 好男人 ，good fighter Andy。 Hey， you know that you have so many fans in China， Andy 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粉丝，没想到在距离荷兰万里之遥的中国，连我。 旁边坐的一位大哥，我刚才看一位老哥，他那个年纪应该在中年，他都知道安迪苏瓦的大名，对他的战绩了如指掌。所以 ，Andy， fight is the scores doesn't matter because people love you, they like you. 好的，祝贺吉泰，也感谢安迪。